别人姓张，一年前做生意欠了别人几十万，法院一直在找我，我就是不还。这不，他们叫我老赖，老赖就老赖，反正就不还。找我，我躲，我藏，我转移财产，凭我的经验，还斗不过他们。这个工程不小啊，我一定要拿下。您好，请出示身份证。对不起，诚信至上，我们禁止失信被执行人竞标。这下损失大了。哎，订个机票？啥？我不能买，我是失信被执行人。哼，飞机不行，换高铁。对不起，您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不能购买高铁座。高铁也不行，只有开车连夜跑。给我订个房间。不好意思，您已被限制高消费，不能入住本酒店。好家伙，酒店也不让住，今晚要遭罪了。爸爸，我上学的学校找好了吗？没问题，老爸马上就回来带你报名去。宝贝，你先看看学校前章，爸爸有个电话。法官同志，我要马上还款。哎，当然，赶紧把我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来吧，当老赖真是寸步难行啊。一处失信，处处受限，一旦失信，寸步难行。